说小三的给我滚出去。好，谢谢。因为我做什么都会被评论，淡忘不代表忘。但凡有点风吹草动，还拿这些东西来刷屏吗？之前这么多年花钱，我都没有花在这些事情上面，唱一首歌的权利都没有的话，就像我周围很多人跟我讲说，这是你性格的缺陷。也真的要真实一点，除了你的爱要真实，你的恨也要真实。你不能只表达一半，表达一半的话，那你还是虚伪的。大气不是一味的往后退，大气是有理有节。任何的度都不是一个方向的，应该是双向的。我的性格还是比较怕累怕事儿，所以我不愿意招惹谁。但凡有事儿的话，我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我后来发现，你的退不见得会让你少一事，会有一些人觉得你好欺负，然后就经常找你事儿。不能争，不能吵，总不能叫一声好吧？不能不管，要打起来。可是他只有一张嘴，怎可能抵挡得过一二三四，更是百斤数不完的都没有，凭什么非要别人求认同你？那你这话没毛病啊，你有说吗？我没有说，我写下来。为什么呢？后面就是歌词了。就这个情绪引发的一个衔生品。离开校园没有义务制教育，脑袋削尖没有可回头的叛逆。所以你要顶着风顶着雨顶着那些不相信的眼睛，人生不如意才是主旋律，适者生存的道理都不懂还谈什么远方的诗句。就是我现在都是碎片，你大声说你这种话。而且你不觉得人越大越不说就很憋屈？我是这么想的，你如果觉得这个人能听懂你的话，你当时就选择说了。哦，所以你会觉得有一些话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一个完整的东西说出来就浪费了。重要就是因为我对这首歌我还是蛮期待的。以前我用词我非常中庸，我非常的不愿意招惹是非，我几乎不会往这个方向去想。我所有跟人吵架的东西都在我手机里，我不会跟人去吵架。我其实在手机里记录自己的时候，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如果换成我是对方，我会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写着写着就发现站在立场上是理解的，我不会去跟人争论的。有一些很不合理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想要生气，但是你又知道作为艺人你要随时随地发脾气那是不对的，所以就开始在手机里写。真的，我就从新说唱开始到现在，我写了快一万字了吧。比如说你写一个小作文，你开篇不得吸引人的注意力吗？说白了，我做了15年的采访，大家媒体都可以标题党，就不允许我标题党一回吗？因为它是歌，它是作品，我后面不管讲什么，那首先我得让人有想听下去的欲望。来之前导演找我聊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叫 Hip Hop is Pop， 他们希望很多 Underground 的很多线下能够出圈，这些 Rapper 能够被更多人关注。关注是什么？关注就是话题。我来我能给这个节目提供什么？除了我觉得我大概能讲的我的认知的东西，那我认知的东西里面怎么样能包装一下，让它变成大家都想要了解的一个东西，我能够为节目提供的，或者是说我也能够为自己提供的一些以前需要包装需要往后撤的东西，我现在往前走了一步大家接受不了了，我觉得也不至于。因为我说出来大家会有共鸣，是因为大家都这么想，他们只是没有说出来。我理解的乘风破浪是敢，我觉得我过去的很多事情我很肯定自己的勇敢，它是一种果断，是你想到什么你很直接的去做。我说有的姐姐到处忙着乘风破浪，其实是到处去面对这个世界。我所到之处无风都起浪，其实我的点是在于所到之处，那就是我过去15年经历的这一些事情，去到的这些地方，经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无风起浪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这个距离感觉看起来蛮帅的。你被他吸引住了。我是帮荧幕前的人推的。挺好挺好挺好，这个其实是我帮那个亮映姐选的人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专业的不专业的都有说，但最后我不能说它是个剪辑的问题，我只能说节目需要。我都出道15年了，再好看的我没见过，而且很多是新人，你在不了解他的技术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夸他，你只是靠一个，你要说他们是自己，比如说那个长期 underground 的，他们互相之间的那种 respect 啊，我觉得他很好，我认可他，大家会认同。我一个本来我就不是一个大家认为我很了解嘻哈的人，我去说他这个时候是这样好那样好，不见得是一种肯定。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即使给的一些在我这一项就是没有用到专业的那一部分，我 OK 的。
妈妈说这么多，你有什么想跟妈妈说的吗？亮颖，但是也是长大了以后才知道那个时候的妈妈有多辛苦。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吧，给我妈买了一个钻戒，然后妈突然之间眼泪就出来了，我当时都很意外，我在想说我妈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多愁善感的，因为我妈超级独立的。然后后来她跟我讲说，她说怪是觉得我的女儿乖啊，我当时也觉得还好我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就可以让我妈觉得有我是幸福的。后来那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是碰到节假日啊，或者有任何可以想一些小浪漫可以让她开心一下吧。嗯，我们都老说对父母的爱无以为报，我觉得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有惹她不开心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到我成熟了之后，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能够在一些边边角角的事情上面让她开心。这算表白吗？妈，节日快乐！妈，这几个是那天在上海买的，这个也是那天买的。对，这个我们可以。这个也是那天买的。节目的那天带这个。这个是我之前买的。这个，这是那天哦，这是给我妈的，好像。对，新闻是新闻，但我跟我妈之间真的是没什么。因为我妈即使是在，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给我户口本什么的，就躲我嘛。但躲我的同时，也专门发信息跟我说，那个我呢，对我们俩感情肯定是没有什么的了。但是这个事情我肯定是不同意的，你也别来找我，我近期都在外面玩，你别来找我。就也就是这样了，就仅此而已。就是而且我跟我妈的感情不是大家想象的什么一两句话或者什么样的事情就能够怎么样的。就是我妈，因为她不懂这个行业嘛，她不知道舆论能造成什么。她的出发点是保护我，但最终的结果并没有保护我。你还写了你的父亲是他爸的。对，我爸就是我生下来，我妈据我妈说，我爸第一句话是为什么又是个女孩，是不是抱错了。从小我就知道女孩和男孩的区别，任何事情跑慢了一点都不行。从很小，从我有记忆开始就是这样的。是因为你是英语专业毕业的吗？不是，还没毕业呢。还没毕业呢。OK， 你还没毕业呢？对，就是一直没有时间去完成学业，然后有上过接近两年，但后来就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有单独在请老师。工作一放下来的时候，就跟着一起练练这样。没有，我没有在四川师范大学，那个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有一个叫统一冰红茶那个大学生那个比赛，那个是我朋友帮我报名的，因为那个报名资格必须要是大学生，我不是嘛。然后他就用他的资格帮我去报名，我就参加了那个比赛，结束。我在另外一个学校读书，但我读到后面的时候，有一天我妈看新闻说，那个你看新闻里面说的，以后要好找工作，要会英语，要会电脑，要会开车。然后我想想，电脑我是不指望了，然后英语可以学一下，对，开车这个就自然而然的。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看了那个新闻，好，赶紧去学开车，就纯粹的一个很生活向的考虑，我以后要找工作。然后英语是因为一个是我喜欢唱英语歌，然后很多歌呢我也想更了解，然后我就把之前的学校我就直接退学了，退学我就去报那个川大自考英语，然后就参加比赛，所以我现在还算个在读生，我还没毕业呢。啊？我说实话，这就是为什么啊，我跟媒体好好的正儿八经的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都就不把我的真话往里写，总是会写一些觉得有话题性的东西，所以以至于过了15年，大家对这件事情还会啊。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你对这段事情的。你回去搜一下吧，我真的，他们但凡问我这个问题，我都说过了。但凡问我，我从出道开始，我到现在，我的话是一模一样的，我都说过了。你可以去搜，我觉得多多少少有提到的，但是一直就是这样子，就一团疑云的样子。大家不想解疑啊，我即使我回答完了，我说清楚了，但最后还是变得不清不楚。我其实都在看过去的自己，我现在的经历和做事情的方式跟那个时候不一样，所以我在看，我仿佛是在看那个。我觉得所有的这一些经历，才能够让我变得强大。这很难调整。
那